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哈，这个17X神魔之塔，神魔之塔 X17 神魔女将就是你啊、的影片哈。不过这个影片我看了一看，这个导战术好像是有点多啊。哇，看一下，先看一下这个完整资讯哦。我看一下入围名单确认哦，10月26、27直播派奖，好，大家记得去看哦，嘿嘿嘿嘿。然后票选阶段是10月28礼拜一到11月3号礼拜日，所以17会有一些女将就是去竞争，然后最后三个哦就是2020台北电玩展的女将。哇操，都不知道，都没看过，这应该都是17直播组吧。娜娜尔、静心、玄音、二虎、三小啊、小柔、肉乙、肉宝、丽娜、彤彤、大大、呆萌系，我看一下有没有认识的。OK， 没有一个认识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影片在干嘛。哦，就是这17个吗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，真的17个哎、欸！我看看，哎、欸，真的没有一个认识的、欸，好像长得蛮像的。嗯。好，大家比较喜欢哪一个呢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娜娜儿，我的兴趣是为大家制造欢乐的气氛，也喜欢跟大家分享美食、旅游。他长得是不是有点像小妍啊？有没有觉得吗？希望可以成为神魔女将。不要看声音的话，2020跟大家有点见候给我娜娜儿一号，谢谢。神似，那个气质。我是一期直播主静心炫音二胡，这个是全名吗？他的名字这么长的吗？还是他的频道名字？我的兴趣呢是唱歌，还有拉二胡，希望大家都可以赶快来帮我投票呀！谢谢大家。小柔柔乙是要结婚的，是不是？其实我觉得他们会干嘛，干我屁事啊！重点是有没有玩吧，或者是你对游戏了解有多深吧？大家好，我叫陆宝，那我的一期 ID 也叫做陆宝。因为他这个方式的话，其实都是吸引骑士团，骑士团才会在意他们的兴趣是什么啊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如果要让大部分玩家能够接受的话呢，应该要说，哎、欸，我玩了多久，或者是我对这游戏，哎、欸，我有什么卡，我最喜欢的卡是什么吗？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吧。绝对被喷爆，肯定被喷爆。音乐还有旅行，希望可以成为神魔女将，在 P 卷10/2020年与大家见面哦。这个长得有点像那个爸爸哎，右边的照片有点像爸爸，左边的有点像哎、欸，是应该是同一个人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琪琪，平常兴趣就是唱歌跳舞，然后跟大家聊天打屁，希望大家可以帮我投投票好不好？那这次竞争感觉很激烈。你们比较喜欢哪一个啊？啊，四零板娘，哎、欸，我以前也在四零摆过摊呢。四零板娘 Kitty， 我平常的工作呢是直播，然后我的兴趣是唱歌、看电影，还有玩神魔之塔。哦，这个就讲到重点了。哦，这个就讲到重点了。他说他的兴趣是玩神魔之塔，到时候大家去看一下直播，看他是不是，哎、欸，是真的，其实有没有玩看得出来啊？很明显吧，是不是新手什么的，其实看得出来，或者是看他进度打到哪边啊？因为官方应该不太可能会给他们官方账号。我的兴趣是滑手机，特色就是有点沙哑的声音，请大家。哇，真的很沙哑，这个应该喝蛮多酒的。我的号码是10号。我的兴趣是打神魔和打手枪。
这个应该是我们聊天室大所有人的兴趣吧。说还有开奖，那我是编号第11号，希望你们都可以把神圣的一票投给莎莎，那也希望能够成为神魔女将，在明年踢决赛。哇，这个导战数16-283，16战导战283哎。大家好，我是一期直播主持人 Cheryl， 我的兴趣跟休闲娱乐。一期也是玩一杆嘴。一吸不如不要玩，太夸张了！一吸太夸张了，至少两吸吧。大家好，我是西维亚 Sylvia。靠腰 Sylvia， 这不是跟巧乔儿英文名字一样？我家的宠物一起直播，一起直播。神魔女将的称号在 TGS 2020。神魔女将的称号有这么吸引人吗？大家好，我是乔乔 M。哎，对啊。哎，等等，有电话打来。哎，这样子两个都是 Sylvia， 这样怎么办？撞名字啊！之前法律系毕业的时候，在准备律师考试的期间，我尝试用小提琴到街头演奏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再请大家把票投给我，谢谢。人大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期的直播主，我叫迪丽尔，我是丽尔，丽尔的号码呢是15号，那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丽尔，谢谢你们。哎，没取来电，打过来叫我不要再讲下去了。我是嘟嘟 Rainy， 他也有一点小颜的 feel 哎。喜欢看看电影，到处旅游，一定要把你们神圣一票投给我，这样子我们就有机会可以在。刚看了不是40板娘的一期，他今天好像会开台湾什么，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啊，看一下他是不是真的有在玩啊。是张摸摸，我的兴趣是睡觉，睡觉还有玩桌游，我的兴趣也是睡觉。神魔女将投票给我，让我在2020的 TGS 上面可以见到你们。啊，候选女将转租较量，我看一下哈。那较量哦，是在比什么？看谁 combo 比较高吗？还是？不过现在的队长那么强，其实也没什么较量的必要吧。全部都玩秦始皇就好了。投票成为他的守护者吧，又玩这套，又是那个过年那一个套路。好啦，不知道大家想法怎么样哦？欢迎在下面留言。那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。然后帮我按个喜欢，那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